院长，院长为父有内鬼，工作全场，所有魂导师接受盘查。你怎么会有院长的红尘庇佑？废物，一群废物！院长为父有号专门开设教练切磋比赛，第一天就连胜18场，还毫发无伤。如果是他。 或许可以逼出霍雨浩的全部实力。切磋赛第32场，霍雨浩胜。 实力的人，原来是他。我的精神探测竟然感觉不到他身上的任何魂力波动。季绝尘，季绝尘，我叫霍雨浩，在你的权益中，我看到了我一直在追寻的东西，竟让我感受。 在他眼中，除剑之外，再无他物，是个剑痴。那柄剑是他的武魂，在他出生时却只是一块平平无奇的陨铁，是他亲手将其淬炼成如今这般锋锐，甚至能击败7级魂道师。霍雨浩会怎么应对？
你敢袭我明德堂，我就让你有来无回。我还是先撤吧，这件魂道契一旦完成，必将给整座大陆带来浩劫。你不是斗宗？是他，我必须救他，我的灵魂坚持不住了。你不必走。前辈有办法救我，玄女留下来吧。封锁全场，所有魂导师接手盘查。如此严重的损毁程度，太子殿下那边该怎么交代？拿出来，我亲自去谢罪。过来，等一下，这是接受检查啊！快点，快点，来，过来，那个霍玉浩，把他抓起来。是。霍玉浩，你手边是测谎魂导器，现在请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明德堂遇袭时你在做什么？当时我在制作魂导器，爆炸发生，我躲在实验桌下等混乱平息才出来，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撞晕。都是真话，当然测不出来，只不过我没说全罢了。现在我将检查你的储物魂导器，请配合调查。我会配合，但同样我会将我受到的所有不公正待遇如实反馈给靳红尘院长和史莱克学院。红尘庇佑，你怎么会有院长的红尘庇佑？是红尘院长送给我的。院长会将九级魂导器送人，分明是你从明德堂窃取的。你最好先向红尘院长求证。还敢狡辩，勾结院外人员偷袭明德堂，证据确凿。混账废物，一群废物，你们好大的胆子！红尘庇佑是我送给霍雨浩的，你们有意见，去把霍雨浩给我松开。红尘院长，我们史莱克来到贵院是真心求学，想不到会被如此针对。雨浩，这是误会。要不这样，我举办一场学院弟子魂师与魂导师的交流切磋比赛，只要你赢一场，我就奖励你1公斤稀有金属，怎么样？借此比赛来转移众人对明德堂爆炸之事的关注度，同时也能探探霍雨浩的能力。稀有金属是制作魂导器不可或缺的材料，史莱克魂导院常年都在为此发愁。好。二师兄，你那边怎么样？我也遇到了盘查，不过事发时我不在爆炸现场，所以盘查不严。那群魂导师被这诸葛神弩炮完美的制作工艺绕了进去，不敢强拆核心检查，我才能带着他蒙混过关。还好这次有二师兄你配合我。靳红尘确实是一代枭雄，这人形魂导器一旦完成，将是战场上的一大杀器，到时候，
恐怕又要陷入战火了。我们必须想尽办法将这件在战争中极度危险武器的秘密带回去。明天的切磋交流赛或许是个契机。你准备怎么办？先要在比赛中打出史莱克和唐门的威名。我倒是有个高调的办法。院长为霍雨浩专门开设教练切磋比赛，虽然他还挺厉害的，但学院里的高手也不少啊。有请史莱克交换生霍雨浩上场。发什么话呀？史莱克天下第一，穷街无敌，唐门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太嚣张了！我收拾他，让他们修理他。你看，成功引起众怒，这样参赛的人数必然会成倍增长。这孩子虽然有点浮夸，好在并未违规。交流赛现在开始，第一位挑战者上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五级魂导师夏玄尘。史莱克、唐门、霍雨浩，比赛开始。暗影出招，下一个。夏玄尘淘汰，比赛继续。六年级王义俊淘汰，六年级沈木苏淘汰，六年级景木淘汰。十七连胜。中途还没有补充魂力，他比斗魂大赛时强了很多。同等级魂导师之中，已经没人能比得过他了。所以我们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更不能闭目塞听了。院长，一味沉浸在魂导器的优越感中，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永远不会有超越史莱克的一天。这才是我举办交流赛的真正用意。下一场，派正选队员上吧。娜娜学姐是下一届全大陆斗魂大赛的正选队员。霍雨浩，你输定了。六年级时空魂导系，娜娜。时空魂导系，时空魂导师是魂导师中的一个特殊种类，他们不参与魂导器的研究和制作，专攻魂导器的操作使用，因此战斗能力比一般魂导师更强。亡灵魔法。比赛开始。一老，这分明是他武魂的力量，你怎么说是亡灵魔法？他的幽灵武魂固然奇异，但他灵魂的异样逃不过我的眼睛。比起你此前遇到的那个自称死神使者的邪魂师，这个叫娜娜的女孩拥有更高的亡灵魔法天赋。Yes.
心放放。不愧是极致之兵，我的赤焰刀已经是五级魂导师的巅峰之作，其刀芒能瞬间烤熟整头巨兽，仍敌不过你。分身，辅助增幅。一鸣中，认输吧。魂之力禁锢别人的灵魂，好一个怨灵！但很可惜，在一位亡灵法师面前释放怨灵，就真是活够了。对我的灵魂做了什么？君临天下。你现在也感受到被怨灵禁锢无法动弹的滋味了吧？这种蕴含灵魂之力的招数不要乱用，我明天还有比赛，等比赛完就把灵魂还给你。啊！哇哇！金娜娜学姐输了。第一天就连胜18场，还毫发无伤，穆老可真是教出了个好徒弟呀！魂导器的广泛应用是社会时代的进步，而魂师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其中奥妙更加无穷。连正选队员都输给了霍云浩，下一届斗魂大赛我们又要怎么对付史莱克学院？如果是他，
或许可以逼出霍雨浩的全部实力。雨浩，你今天打得太漂亮了。恐怕他们明天会派出更厉害的人跟你切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红尘院长想借我的手打醒他的学生，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了解日月学院的战力水平，借此磨练自身。说得好，等我们回到史莱克，一定能给大家一个大惊喜。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是测谎魂导器，现在请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明德堂遇袭时你在做什么？当时我在制作魂导器，爆炸发生，我躲在实验桌下等混乱平息才出来，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撞晕。都是真话，当然测不出来，只不过我没说全罢了。现在我将检查你的储物魂导器，请配合调查。我会配合，但同样我会将我受到的所有不公正待遇如实反馈给静红尘院长和史莱克学院。红尘庇佑，你怎么会有院长的红尘庇佑？是红尘院长送给我的。院长会将九级魂导器送人，分明是你从明德堂窃取的。你最好先向红尘院长求证。还敢狡辩，勾结院外人员偷袭明德堂，证据确凿。混账废物，一群废物，你们好大的胆子！红尘庇佑是我送给霍雨浩的，你们有意见，去把霍雨浩给我松开。红尘院长，我们史莱克来到贵院是真心求学，想不到会被如此针对。雨浩，这是误会。要不这样，我举办一场学院弟子魂师与魂导师的交流切磋比赛，只要你赢一场，我就奖励你一公斤稀有金属，怎么样？
借此比赛来转移众人对明德堂爆炸之事的关注度，同时也能探探霍雨浩的能力。稀有金属是制作魂导器不可或缺的材料，史莱克魂导院常年都在为此发愁。好。二师兄，你那边怎么样？我也遇到了盘查，不过事发时我不在爆炸现场，所以盘查不严。那群魂导师被这诸葛神弩炮完美的制作工艺绕了进去，不敢强拆核心检查，我才能带着他蒙混过关。还好这次有二师兄你配合我。静红尘确实是一代枭雄，这人形魂导器一旦完成，将是战场上的一大杀器，到时候恐怕又要陷入战火了。我们必须想尽办法将这件在战争中极度危险武器的秘密带回去。明天的切磋交流赛或许是个契机。你准备怎么办？先要在比赛中打出史莱克和唐门的威名。我倒是有个高调的办法。院长为霍雨浩专门开设教练切磋比赛，虽然他还挺厉害的，但学院里的高手也不少啊。有请史莱克交换生霍雨浩上场。发什么话呀？史莱克天下第一，穷街无敌，唐门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这太嚣张了！我收拾他，让他修理他。成功引起众怒，这样参赛的人数必然会成倍增长。这孩子虽然有点浮夸，好在并未违规。交流赛现在开始，第一位挑战者上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五级魂导师夏玄尘。史莱克、唐门、霍雨浩，比赛开始。暗影一招，下一个。夏山辰淘汰，比赛继续。六年级玩意俊淘汰，六年级沈木苏淘汰，六年级景木淘汰。十七连胜，中途还没有补充魂力，他比斗魂大赛时强了很多。同等级魂导师之中，已经没人能比得过他了。所以我们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更不能闭目塞听了。院长，一味沉浸在魂导器的优越感中，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永远不会有超越史莱克的一天。这才是我举办交流赛的真正用意。下一场派正选队员上吧。娜娜学姐是下一届全大陆斗魂大赛的正选队员。霍雨浩，你输定了。
六年级时控魂导系，娜娜。时控魂导系，时控魂导师是魂导师中的一个特殊种类，他们不参与魂导器的研究和制作，专攻魂导器的操作使用，因此战斗能力比一般魂导师更强。亡灵魔法，比赛开始。一老，这分明是他武魂的力量，你怎么说是亡灵魔法？他的幽灵武魂固然奇异，但他灵魂的异样逃不过我的眼睛。比起你此前遇到的那个自称死神使者的邪魂师，这个叫娜娜的女孩拥有更高的亡灵魔法天赋。不愧是极致之兵，我的赤焰刀已经是五级魂导师的巅峰之作，其刀芒能瞬间烤熟整头巨兽，仍敌不过你。分身，诅咒增幅。一鼻中，认输吧。怨灵，切磋而已，你就这么想杀我吗？我有绝不能输的理由。竟然能以灵魂之力禁锢别人的灵魂，好一个怨灵！但很可惜，在一位亡灵法师面前释放怨灵，这真是活够了。
你现在也感受到被怨灵禁锢无法动弹的滋味了吧？这种蕴含灵魂之力的招数不要乱用。我明天还有比赛，等比赛完就把灵魂还给你。娜娜学姐输了，这是你第一天就连胜18场，还毫发无伤，穆老可真是教出了个好徒弟呀！魂导器的广泛应用是社会时代的进步，而魂师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其中奥妙更加无穷。连正选队员都输给了霍云浩，下一届斗魂大赛我们又要怎么对付史莱克学院？如果是他，或许可以逼出霍云浩的全部实力。云浩，你今天打得太漂亮了。恐怕他们明天会派出更厉害的人跟你切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红尘院长想借我的手打醒他的学生，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了解日月学院的战力水平，借此磨练自身。说得好，等我们回到史莱克，一定能给大家一个大惊喜。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